谢谢两位我最爱的阿嬷，还有我最爱的爸爸妈妈。平安加油，超棒的，谢谢大家一路陪我到这里，我做到了。欢迎邓品燕，谢谢。要感谢的非常多，你导导阿公，你导导阿公哈。首先，首先我要谢谢三立电视台和超级红人榜，能给我一个这么棒的舞台，让我能在台上尽情的展现自我，让我有这个机会可以持续唱歌，带给大家快乐。也因为这个舞台，让我的歌唱实力更上一层楼。再来要感谢的是美丽的美人姐，每次访谈时您都会告诉我们很多道理，然后也可以给我很多鼓励。对，谢谢博学多闻的美人姐。啊，不敢不敢，虽然你讲的都是事实。再来要谢谢的是帅气的志豪哥哥，彩排时您都会来关心我的状况，还有访谈时也会带给大家快乐，也祝福志豪哥哥的专辑大卖。谢谢孩子，谢谢品燕。接着是昌宪哥哥，在我看完分数时您都会给我鼓励，也在我感冒或哭的时候常常递给我卫生纸，谢谢您的关心，也祝您拍戏顺利。谢谢谢谢，恭喜你。再来要谢谢的是评审老师们，是子宏老师，每次老师都说我很好，希望我能赶快过二十关，谢谢老师让这个祝福成真，老师也会讲出歌曲的很多细节，谢谢你。接下来是阿德老师，老师常常在讲评的时候鼓励我，而且老师很厉害，将《心爱》这首歌改编的那么适合我填词，对，谢谢老师。再来要感谢的是雅文老师，不论是在台上或是台下，您总是给我满满的鼓励，还有爱，还有关心和提醒。之后变声期的时候，我也会好好照顾好我的喉咙。然后，谢谢老师，希望老师的身体一直健康，谢谢。接下来是亮哥老师，老师每次的鼓励都让我觉得很温暖温柔，然后每个眼神还有老师最擅长的微笑都给我满满的力量还有自信，谢谢老师。还有今天没有来的两位老师，分别是国华老师还有浩哲老师。国华老师常常说我的美声高音很好听，也在台下时给我许多鼓励，让我更有信心挑战更多歌曲。浩哲老师也常常在我唱高难度歌曲时说我驾驭得很好，让我能勇敢地唱出不同曲风的歌，谢谢老师们。再来要感谢的是阿毛老师带领的乐队，谢谢老师们专业的伴奏，让我能更安心的唱完整首歌，也让我在舞台上可以挥洒自我，谢谢乐队老师们。哎，讲到哪里了？好 ，OK， 好，接下来要谢谢的是制作单位的总监孟芬姐、制作人思思姐，还有红人榜的所有哥哥姐姐们，私底下你们都对我很好，把我当弟弟疼爱，很谢谢你们平时的照顾。再来要谢谢的是田老师，从第一关到最后一关您都一直指导着我，叫我唱歌不要太油腻，然后让我持续进步，谢谢老师。然后孟宗老师也会给我鼓励，然后也说我唱得很棒，就是也是很谢谢老师给我有时候给一些小建议，对，谢谢老师。
还有一位非常重要的老师，就是东宁老师，一定要来到现场。是老师开启了我唱歌这条路，也是他一直陪我到现在。谢谢三位老师。接下来要谢谢我最爱的家人们，谢谢两位我最爱的阿嬷，还有我最爱的爸爸妈妈。一部分是要我们要用的，谢谢美人姐。我们等他一下，不急，我们等你。要谢谢爸爸妈妈，从小到大都是你们带着我、陪着我，也是你们让我有这个机会可以登上这个舞台。有你们才有今天的我，如今我已经走到这里了，谢谢你们。也谢谢其他的亲友们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爱你们哦。谢谢。再来要感谢每位参赛选手们，还有今天来帮我加油的战友哥哥姐姐们，谢谢你们。对，最后我要感谢今天来到现场以及电视机前面喜爱关心我的朋友们，谢谢你们一路的支持，我会继续唱更多好歌给你们听，谢谢你们的鼓励，我都收到了，也会再加油的。最后还是要谢谢大家一路陪我到这里，我做到了。恭喜邓品耶，小敏，你做到了！谢谢大家，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，好不好？谢谢品耶，展现这样子的意志力，还有不放弃。他才11岁，但是他鼓励了我们所有的大人，好不好？谢谢品耶，谢谢你，是我们要谢谢你。OK， 我们再次热情的掌声，好不好？尖叫声！谢谢谢谢平燕，这个比赛这段时间以来所有关心我们的好朋友，还有所有的祝福，这都会成为平燕将来的养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再次恭喜邓平燕勇闯20关。